东汉末年，司空身患风痫之症，贪生畏死，特设精通十方变位、堪舆掩星之术的乔氏一族，为摸金校尉，探取古王之长生石，以求长生不老。向生有大利，凶门得生祸难避。此位于整个遗迹的东南位，乃是回转位置。如果没猜错，这就是长生石。小姐，哪阵风把您给吹来了？大小姐，我咋觉得这么玄乎？要不咱们先撤吧。你怕了？我马猴怎么会怕呢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得守着您。您要是有点闪失，大帅准把我给扔了。哎，
这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棺材里蹦出个大活人，多半是孙猴子成精了。还是个猴？大帅，您想想，这在棺材里活了几百年的活化石，这得多值钱呢？那个棺材已经调查过了，是商周时期的。商周的？商周嘞？赶紧把人给我逮来瞧瞧。不是，大帅，这从土里挖出来的东西，它邪性大，等它邪性消了，我再带给您，免得折煞您嘛。哎，洞里还怪多呀。大帅，我祖爷爷就是干这个的。你咋不帮俺把龙口给找出来啊？我不是胆儿小吗？硬是没学会。说了也有道理，俺打了这么多年的仗，不是不怕死，就是怕死才活到了现在呀！啊，大帅英明。好啊，俺咋着不知道你嘴里还有一颗大金牙嘞？大帅，您贵人多忘事啊。有吗？赶紧把人给俺找着，俺就是想瞧瞧这到底是啥人，咋能活这么久。 Yes sir。 铁锤，快来帮我！夫人莫怕，且随我来。站住！韩星，快停下，误会了。你刚刚叫我什么？夫人？他都叫你夫人了，这还不是占你便宜啊？你认错人了吧？看你穿成这样，你是梨园来的？梨园？啊，夫人，岂不识我矣？夫人，你一口一个夫人的叫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啊！无名乔毅，字元甫，生于东汉乱世，水镜先生之徒。不是你不装糊涂能死吗？你再说那些我听不懂的，我打你啊！此为何地？
是何年月？你就别装糊涂了，行不行？哦，民国119年。民国？对啊，1930年。1930年。我来了！哎，你仔细找找。哎，等等。哎，你好。跑得还挺快，怎么就瞅上人了？来，咱正先，这不是自投罗网吗？把他找出来。叶大小姐，您放心，我一定把他找出来。哎，看什么找人呢？于大帅，哎，李先生，你终于来了！哎呀，等的俺着急了。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，来来来。哎呀，于大帅，您客气了，您也坐呀。您坐，您坐。李先生，俺听了你的说，炸了3天，啊，切，就炸出个这么玩意儿来。您瞅瞅。大帅谬赞了。老农不过是个卖药的，今儿个俺炸出来一个活宝，那个瘪村让他给我跑了。活宝？你说，俺把这宝贝卖给洋人，换成大炮，有了大炮，俺倒要瞅瞅，看谁还敢在咱面前瞎掰扯。啊！哼！哎，谁呀？哟，师傅回来了。师傅，哎，这天挺冷的，您怎么还出汗了呀？我给您扇扇。情况对我们有些不利。我原想骗过大帅，不料真被他炸出了东西。真有骨气啊！应该是做商周时期的古迹。师傅，商周时期，那得多老了？3000多年了。如果真的被那帮土匪盗掘，那不知道有多少文物要流失啊！哎，师傅，我一直都不明白，咱们做考古的。干嘛用这些药草隐藏身份啊？不是，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？现在是谁的天下啊？现在是人家大帅的天下，你这么明目张胆就是跟人家于大帅过意不去，你干得过他？哎，要想想办法。海星，药好了吗？来了来了来了。师傅让一下。好，哎，师傅，这是怎么了？爹，等会儿再跟你说。我都没这待遇，就你话多。我也没这个待遇。好啊。我看你们俩皮痒痒了是吧？哎，来，我看看。哎，师傅看看。奇怪呀，这个人的脉象大幅大沉，节律汹涌，不像是正常人的脉象。师傅，你看他穿着打扮就不像正常人，那脉象能像正常人吗？哎呀，你们都出去，我来照顾他。
你又乱叫，怎么脑袋没事了还装糊涂呀？哎，好了，这么快，我的药也太灵了。你干什么呢？你被敲傻了？不止你了，是何言语。 晦涩难解，哦，这句我听懂了，你是听不懂我说话吗？难怪。这，哎，人呢？你怎么爬那么高啊？你快下来！ 怎么回事？怎么上屋顶上去了？你快下来！干嘛呢？这是。月亮，可否一叙啊？记名归藏，又通周易。敢问顶上月亮。 吾因何至此？他们在说什么？嘘，闭嘴！嘘，虽知一卦，但不知所。摸金校尉，分甲解囚，可曾登宝殿？何处？ 密龙楼，奈何不知汝之言，不能进出。此辞海，注入一通，虚如学得。 虚久才学，恐无妨。他不是成习的，那是什么？魔金宗师。 姑娘，你好。你不叫我夫人了？原来你会说俗话的。刚刚学会。
麻烦，请大家过来。 当年你为了活命躲在了棺材里，不料被埋到了地底下。过了这么多年，如今于大帅一个炸药把你给炸出来了，这就对上号，是不是？这也怪不得你，你也是为了族人。哎，老乔，你能活到现在，就是因为长生石吧？哎，那长生石呢？ 乔先生，我很佩服您的能力。实不相瞒，我们都是保护文物的考古工作者。这两位是我的徒弟刘盘星、王铁锤，叫我铁锤就好。这位是我女儿，我叫小飞鹰。乔先生，您是摸金校尉，能不能带我们寻找遗迹入口啊？遗迹中机关重重。 我不想害死更多人，而且我还有别的事要去做。嗯，我一定要找到你。老乔，老乔，大话三国，大话三国啊！ 这可是本不世出的奇书啊，大家伙看一看啊，都可以见见见见啊！这本书啊，讲的可是东汉末年那个时候的事儿。你怎么跑这跑的？是啊，人呢？就说这个天下大事啊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哎，小姑娘，小姑娘，来来来看一看啊，拿一本，哎，看看，哎，老乔，你穿成这样，走在街上很危险的呀。 这里可是大帅的地盘，知道什么是大帅吗？想找你夫人，我们知道你很厉害，但是面对大帅的洋枪大炮，您可不是对手。老乔，你是不知道现代军事的力量，炸药知道吗？那玩意儿既然能把你炸出来，也能把你埋进去。你看，铁锤都知道。你呀，太心急了。我只要一闭上眼睛。 闹钟就都是我夫人的影子，我眼睁睁地看着他，我却无能为力。这司马徽啊，向刘备举荐了卧龙凤雏，可是几年后自己就跟了曹操。你说说，哎，这是个什么人嘛？是不是？我也。 污蔑我师父！哎，乔大哥，乔大哥，大人不计，回去我慢慢跟你说，给个面子。哼！啊！你看这人都走了，你看看，这怎么办？
还瞧不上来。大帅，我听说你挖到一个古迹，希望你能拿出更好的东西来跟我们交换武器。更好的东西，活了几百年的大活人算不算呢？那最好不过了。嘿，比老子还精，你等着啊。嗯，咱俩去哪儿打不消去？大帅府。那二娘敢去啊？你说小兵是不是故意整的咱俩？他是不是喜欢上小二了？不可能，肯定不可能。钱，刚刚那个东西啊叫照相机，可以把美好的东西留住。那人长相怪异，肯定不是善类。那个叫外国人。外国人？嗯。啊，外国人，莫非这里也有三国？慢慢你就明白了。我能感觉到你的夫人还活着。你不用安慰我了。是真的，你要相信我，我的直觉很准的。哥哥姐姐，能不能给我点吃的？来，拿着吧。谢谢。这个给你。谢谢姐姐。快回家吧。嗯。先走。你别以为你换身皮我就不认识你啊！你陪我呀。如花似玉的大哥，别碰我！
哟！别碰我！别碰我！乔二哥，乔二哥，快来救我！叫什么乔二？马猴。我的妈呀！你打过我的。小兵，别拦我！你们不帮我，我自己去。帮我！乔二哥，能再记住一百吗？大小姐，瞒不住了，一会儿大帅要是扔了我，您可得救救我呀！再说吧。恁说啥嘞？人嘞，给我带来了没有啊？富帅，人没带来。大帅，纪灵堂那鬼地方绝对有问题。大帅，请您移步纪灵堂。俺咋着不记得你脸上还有个胎记呀？天冷，冻的。哎，你看，大小姐也给冻坏了。师傅，爹，我不喜欢欠人情，或许我能带你们寻找古迹。可是，那是大帅的地盘。不，古迹应该不在那里。哎，那我们正好可以避开大帅。师傅，而且老乔本来就需要几个像样的人。对，嗯，是啊，遗迹十分凶险，为了安全。你们要听我的，没问题，听你的。哎，乔二哥，你们那个摸金校尉有没有什么口号啊？摸金校尉，纵横生死。来，来，来，好，摸金校尉，纵横生死。大帅，您怎么来了？摸金校尉纵横生死，林先生，恁是在这弄啥嘞？大帅，这小子就是那个乔二。乔二，乔先生，这鬼藏啊鬼藏啊，你真能够藏了呀？俺早就觉得你有点不对劲儿啊！恁们是不是想帮俺寻找古迹啊？就连这摸金校尉都替俺准备好了啊！你可别动！大帅，几千年的摸金校尉，咱们赚大发了！摸金校尉。你跑不了了，你肯定知道入口在哪儿吧？乔先生，不能告诉他们。哎，糟老头，你是不是想造反啊？你别动啊！俺倒是对你的长生不老挺感兴趣。于秉忠，你勾结洋人，倒卖文物，你早晚是要遭报应的。你想死了吧你？不，林先生，
你这就不对了，是哪天的丸子不好吃，还是俺之前没有警告过你？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扔了！是。就告诉你吧，这文物就是让他埋在地下千年万年，也不能落入你的手里。哼，那么都别跟俺在这作死啊！乔二哥。放开他，我带你们找长生师。长生师？相传武王遗迹中有一块长生石，我能活到现在可能就是这个原因。不过找不找得到就要看你的造化了。那么都别跟俺在这说花样啊，要不然把你们都崩了。给我们点时间准备一下。山乃龙室，水为龙血，太行山偏南北走向，中有东西太行八行，首尾共分十六禅，凡真龙必多禅护，若于禅护之山下穴，即是真龙之气，所以这龙穴不在南路，在东路。太极曲，回龙入手，北方砍弓，属水。乔二爷，这好不容易找到这儿了，龙口呢？经过几千年的沉积，龙口应该被覆盖了。哎呦，一路上我观察了这里的地质构造，大部分都是由地震翻出来的。哎，龙口的事交给俺了。乔二哥，你是不是来过？
不，上次我们由天堑直接进入了天殿。这里有人来过。是啊，还有人枪在捞子前面。机关控制的人偶，乔二哥，您刚才可太厉害，把我们都给救了。是吗？是啊。大帅，这是你的人，你说怎么处置？大帅，您别扔了我，我发誓再也不动东西了，再也不动了。大帅，你是为了长生石。要是把性命搭在这儿，可就不值了。太亏了。现在，让你的人都听我的，不然，你的命谁也保不了。或者，你现在就可以掉头回去。听你了，全二爷，都听你了。大帅。还不吃你这亏，等他拿了长生石，再给他孙子算账。别在这废话了，就听他的。走。
明有桥的，你们看到没？看到了，这现在不是没有吗？哪有桥啊？我怎么没看见？这么大的桥没看到，你瞎啊你？哎，别别别！没有啊！小心啊！那是什么？马首。虎首。哎，那个是不是猴首啊？哎，鼠首。是十二生肖啊。猴虎，鼠马龙，乃是对应五行的金木水火土。可是没有龙首。龙首被你们毁了。大家按我说的转动手牌，属相属水排在第一，五相属木是第三，马和猴分别是第七和第九。大家按我说的转动手牌。觉这么熟悉啊，这应该是五脏六腑的气运图。你看，肾、脾、肝、心，按照气运图的路线，我带大家过去。哎，你在后头保护，让他们先走。我知道气运图，我带大家过去。小心点儿。歇会儿吧，师傅。好。大帅死了，全死了，完了，全完了。你在演给我看吗？叶大小姐，你不用掩盖你的悲伤。那可是你的父帅呀，是父帅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
乔二爷，乔二爷，您可得救救我们呢！你有什么法子，尽管使出来，我可不想死在这儿啊！你就别嚷嚷了，省点劲儿吧。哎，师傅，小师妹，我好饿。哎呀，我给忘了，我包里只有草药。现在什么时辰了？凌晨两点。这么一说，我也饿了。你呢，小姐？吃点吧，我不饿。你看起来也没那么坏。那天我在街上看见你救助一个小女孩，拿着。谢谢。这个给你。谢谢姐姐。其实我是被大帅收养的，小时候我父母被炸死了，我和那个小女孩一样沦落街头。那大帅算是你的恩人？我不过是他的附属品罢了。还没问你叫什么名字呢。重要吗？给我停下！乔儿，你夫人早就死了，你何必那么执着呢？我不能让你毁了这些文物，更何况是为了一个死人呐！他们要死！师父，爹，
师傅，老乔，乔二哥，爹，文物比人还重要吗？再说，乔二哥已经带我们来这里了，我们作为他的同伴，应该支持他呀。师傅，现在这种情况，文武咱也带不走啊。师傅，你行了，高爷，咱别吵了，行不行？什么文物文物的，活着不好吗？你闭嘴。爹，去歇会儿吧。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。师傅，咱休息会儿吧。来，帮他搬。是。叶大小姐发话了，都麻溜搬啊！是大帅。老子回来了！大帅，您没事啊？这几个孙子还以为你死了呢。老子是从山沟里出来嘞，靠的就是弄钻会耙。大帅您真厉害，大帅，你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都给老子听好了！杀张生时，老子都不要了，现在就带老子出去！现在想出去，已经没路了。你有路了也得给老子找一条路，老子得活着出去，活着。活着太重要了，咱们现在最重要的是团结协作，要不然都得死，说不准一会儿又出什么幺蛾子的。贾冲，快看，厨子怕草药的味道。要不给我？这儿有个童子，快过来呀！走，你们快走！师门，上面的刻度是死的。快呀，坚持不要多久。想想我们一路过来，从遗迹的气门经山洞古道，到达五脏六腑的虚无桥，之后是咽喉入口，加上外面的七窍，这个遗迹是按照人体八卦布置的。那我们现在位于天灵盖。没错，最硬的部位，加上严丝合缝的结构。那也不能等死吧？药材要烧完了，你们快呀！除非有开启他的钥匙。这个行不行？你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我口袋了。功有蹊跷。挂开天灵，快走，快点，快走，
走啊！景追呢？小飞鹰！我景追是有用的，走！王景追，你快过来！我这好徒弟，小心我景追在。你们一个都别想进来！天锤，你快点过来！你们快走啊！登密则关。快点打开看看里头都有啥宝贝。给我！怎么会这样？宝贝，给我！
把他给我！怎么样？爹，爹，你醒醒！给我！爹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爹，爹，师傅！老乔，老乔，你救救他呀，老乔！师傅，全部都是幻觉。师傅，我，爹，爹，师傅。又没路了，我的大宝贝儿。
开，你就别拿这个了。我的宝贝儿，飞，我的宝贝儿。哎哎，这次事件后，我们都成长了许多。现在，乔二哥带领着我们考古队，继续走在保护文物古迹的道路上。当然，马猴也成了我们的一员。至于长生不老的事，我们研究了长生石，它可能属于某种外星遗留物质，能使人的细胞再生，达到不老的效果吧。对了，我们也有了新的口号：保护文物，义不容辞。